手尽可能去贴着，这样，对，这个手贴近这里。这个好好看，里面还有气泡。呀，心都化了，我的天哪！上吧，上吧。哎呀呀呀！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哦，还是活着的。你躲得比我还快。哎呦！过去那三年，冬天带你去看雪。可以啊，去。那我就很喜欢你。哇！那这段多少有点恋爱的感觉了。我想随份子。在爱情这件事情上，我想把它私有化。有些事情强求也是不行，抓住我自己喜欢的一个点。你看这句话。那你对我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很小，很年轻，看着很小孩。切割的蛮明显的，就是一点没有信号。哎，我感觉你好像没有很喜欢你。我是防御很高的人。哇，这句厉害。我冷静一下，我们换个房间。我走了，总得有些东西留在701吧。哦，来了，这火药味太足了。那你今天开心吗？你今天去好玩吗？很好，今天天气非常好。焦虑了，焦虑了。好久不见了，我的。我们换个房间。我走了，总得有些东西留在701吧。哦。他这火药味太足了。哎呦，我还要看着画。你听说他午餐有点咸啊？还好呀，挺好吃，很香。那眼神真的不一样。删除图层。哎，突然有点心疼冰豪了。沐晨肯定是想在最后面的一个阶段能翻回来。本次约会将由女生向男生发起约会邀请。逃不住，根本逃不住。明天加油。什么都没有啊。感情应该是要简单的。我也猜不到是谁。Hello。嗨 Hello 你有想到是我吗？不是你。小伙子你还问出来呀、啊、没事，你已经做我的 top one、oh, always my top one。 就是希望自己去了解清楚之后才去做的事。其实今天和你聊完，在我心中印象会有一些变化。哎呦啊，对啊，这个挺不错啊，就是这样。先看管是我磕的 CP， 太甜了吧！亲，那套礼物直接开的吗？哦，来了。觉得自己还是开心一点。哎呦，我天哪！觉得相处舒适是相处下去的前提。有些事情就是去强求也是不行的。就在爱情这件事情上，我想把它私有化。我想爱情是每天就另外一个人应该。不再想我别人，他要走，很受伤啊。嗨，哎呦，嗨！你今天去好玩吗？很好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然后又没蚊子。听起来还不错，就是有一点醋。焦虑了，焦虑了。没人回来，他回来了。哦，他回去要报备了。瞬间开心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还是会来的。哇塞！哇 ！Come on， 米蝶。哎，我希望是定豪抢到。Come on， 定豪。用跑的，用跑的，百米冲刺。哇，他俩吗？哇哦！我觉得肯定是定豪。谁啊？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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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